大家好啊，欢迎各位翻到嚟我嘅单车频道啊。咁今集咧就系呢个宣布嘅影片啦。咁咧单车频道咧就如果大家有睇我 IG 应该都会知啦。咁就将会喺3月11号或者系今日起咧，咁就将会暂停发布影片3个月嘅。咁至于系咩事要暂停去发布影片咧，就是、因为我发现我嘅日常频道咧实在系太冷漠啦，即系成日都会忽略咗个日常频道啦，所以呢3个月咧就系用嚟去执翻好我个日常频道嘅，系啦。咁但所以大家就虽然唔会喺单车频道度见到我啦，但如果大家想见到我咧，大家可以喺日常频道嗰度咧不断日日都会见到我嘅，差唔多系啦。咁所以今集呢段宣布嘅影片就嚟到呢度啦，多谢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